5月7日，三哥苗侨伟及吴卓羲、梁烈伟等一众演员在 TKO 一场出席网剧《飞虎之前行几站》记者会。截至目前为止，剧集在内地播放量已经突破21.5亿。作为主演之一的三哥对此成绩感到非常满意，但也认为剧集还有进步的空间。谢谢大家支持了，大家要继续啊，不要懒惰，继续的点，继续的看啊。接下来呢，这个星期会是更新大结局了，那我希望那个点击率可以再往上，升啊。当然是观众希望观众会喜欢了。近期有很多关于苗侨伟越老越帅的说法，就连张家辉在日前活动中也指对方越长越帅。难道三哥真的有一套自己的保养秘诀？他笑我，其实是没有什么保养的，就是天生天养嘛。我都没有什么保养的秘方。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心情吧，心态吧。吴卓羲饰演的警察形象早已深入民心，网友都笑称他是 TVB 御用警员，把警署上下各部门演全了。但他则表示还有两个部门没演过呢。即系我觉得系多啲观众去了解警察咁唔同部门，但系有两个部门我系未拍嘅，第一个就系水警啦，第二个就系交通警。咁睇下下一次如果飞虎罗小姐遇我嘅话，睇下佢会唔会俾我演交通警啦吓。望多次右边。非凡娱乐香港报道。